最近头发舍得不？嗯？剪头发舍得不？那没什么舍不得，我喜欢蛮有意思，做我喜欢的头发。你是不是很紧张呀？我不紧张。你不紧张是吧？后面不要全体。拍五秒钟了。也是前小学六年，然后幼儿园的时候全是长头发，然后现在又不长头发，我长得好快啊，长头发。出家啊，那好，出吧。点了个大概的长度，好可爱啊。但是我们这样说说，他们都不相信的啊。六岁的状况，那我完全是找。不要踩我的皮梅，不要踩你的头发。啊，对。能瘦多少？应该能吧，0.1好啊。0.1是有的了啦。